阿强、阿发和阿忠是三个很要好朋友，彼此从小学时就认识，如今这感情已经有40年了。阿忠是一个有原则的生意人，十分勤奋，他已经成家了，是一个顾家的老实人。而阿发则是一个单身的打工仔，虽然生活很艰辛，但是他却乐观坚强，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阿强则是没经历太多风雨的一个，因为受到妈妈的保护，所以他常常比较悲观点，但是他却是个善良、重情重义、不计较的好好先生，而且还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大男孩。如今，阿强、阿发和阿忠都已经长大成人，各自走上了不同人生道路。他们的见面虽很少，但是他们的感情却依然很好。每次见面，他们总会一起回忆起小时候的往事，分享彼此的生活和经历，彼此关心、支持和打气。他们三个人的友谊就像是一杯茶，虽然时间会让茶变凉，但是它味道却始终浓郁。对于阿强、阿发和阿忠来说，时间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，但是它无法改变他们的友谊。40年的朋友情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，每次见面，他们都会一起感叹岁月的飞逝，但是彼此的眼神中却都充满着感激和欣慰。阿强、阿发和阿忠的友谊就像一盏明灯，永远照亮他们的心灵。即使以后彼此的生活再次改变，他们也会永远牵挂着彼此。